他是做的这种复古的吧？做的复古，有情怀。这个是沉香吗？你是一直这么黑啊，还是？路上跑的黑呀、啊。他们是晒黑的，都是晒黑的。其实我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事儿就是我知道你是广东人，啊是，我大前碰上你就是应该切糕的，应该切糕。对，有点，不止一个人说过了，对啊。他到新疆。入口是华侨新村的左边还是右边？过了华侨新村。什么叫华侨？最近的华侨新村。小朋友。近的华侨新村。快来跟、啊、跟姐姐玩一下， okay, 跟阿姨玩一下。感觉，所以我们感觉挺不好意思的。对啊，不好意思。因为我们跑过来，跑了全国上下这么多地方，感觉最热情的还是福建人。你出来吧，就是这个大哥应该不是福建人吧？你应该是北方那边的，我东北 的。对对对啊，听那个口音能听出来。你也喜欢玩摩托？对，我那个我是长江750。长江750。嗯。他就是到四川那边，然后坏掉了。对，我本来去年我是那个我要去那个拉萨嘛，拉萨，结果走半道车坏，很正常，这个太正常了。他那个车坏了之后，然后我修车嘛，然后修到我年假就是时间不够，然后就把车扔在成都，然后坐飞机回来。我有一个朋友更惨，他是乌拉尔的，乌拉尔带边去的。哎，乌拉尔应该质量，乌拉尔质量应该说会好一点的。也不行，哎，小朋友小心哦，小朋友。你先下来玩，好吧？我感觉全世界的偏三轮胎可能最省心的就是那个大公司了。那个嘉陵600的，那个也坏，我也见过它，因为它链传动嘛，几千公里你就得那个保养链条，然后链条如果断了的话，你得会接链条。得会紧链条，然后链条你还得会换链条，然后时不时让你上油。其实它，然后这个是很麻烦。那另外，我之前看有一个，也是一对情侣还是两口子，他们也是骑那大公鸡，然后走新疆那边。我看过他们，我也看过。半路上，然后是离合器是烧了，然后找人家修都没办法修，等了一段时间。他现在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所有玩胖子的，就配件是最大的，配件最大。其实我觉得750的话，配件已经算比较好了。现在已经有原厂件的话，已经有些已经恢复生产。嗯，今年马上7月1号之后，就是以后就不会上。我天，哥给你拿西瓜。那个它国四标准嘛，化油器的就都过不去了。现在都是化油器的嘛。没灵魂呐，到时候是吧？不是没灵魂了，现在就是还没有，就是谁能生产电喷这一块。